黑洞是宇宙非常神秘的天体，自古以来就是科学界研究的重点。你为着将黑洞以及重力波的相关知识，以及展馆体验呈现给大家。宏泰文教基金会和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合作，将原本在科博馆所展出的黑洞以及重力波特点，刷到宏泰离恒区来展出，好民众唔免走到科博馆，对等亲历探索宇宙的神秘。定期到明年的2月22日，邀请乡亲做回来观展。宇宙的奥妙，予人是看了相当入迷。为了予分龄乡亲免到外县市，就当享受着博物馆级的观展体验。宏泰文教基金会和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合作，将馆内乌坑和重力波特点刷到宏泰离乡区展出。透过趣味活动展出方式，希望会当予来观赏的民众轻松来了解复杂的宇宙知识。我们这次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把这惊心动魄特展带来云林来。主要是要谈论非常重要的物理学上面一个发现哦，而且黑洞跟重力波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但它却是这十年间拿过2次诺贝尔奖的一个主题哦。那黑洞是一个大家可能还比较耳熟能详的概念，但重力波可能对一般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陌生了。但其实大家都不用紧张，其实这些天文上面的奥妙跟宇宙的一些奇迹，其实可以借由这种展览一些互动式的展具，可以让大家可以更能够体会这宇宙的奇特之处。宏泰文教基金会表示，本次已经是第二摆和科学博物馆合作，未来也继续努力将优质的文教资源引来分林。本次展览的期间，阁有丰富的亲子活动和天文讲座，邀请大家踊跃报名来参加。我们配合这个活动，有一个教育的活动，亲子活动。就是手绘星球灯哈，第二个就星空手工照，第三个就是星空夜光画的一个课程。这个所做的课程必须上我们宏泰文教基金的官网或是脸书的粉丝专页哦去做报名的一个活动。我们现在总共已经跟科博馆是第二次的合作了，我们还是会有规划下次的一个活动哦，然后我们会密切的跟科博馆。做一个联系。这场特别的展览在26日正式开幕，欢迎馆长周雷生，也希望乡亲会当前往馆顶，做回来了解科学知识。那我们的孩子呢，有这个机会，能够在我们云林县呢，不用再跑到其他的地方去，也不用跑到自然科学博物馆。我想在寓教于乐方面哈，让我们孩子啊视野能够增广，也能够让他们啊智慧能够打开哈，那甚至奠定他们对于科学本身的一个兴趣，那也能够发展他们的潜力啊。未来都是一个科技的好人才。本次展览展期到明年2月22日结束，欢迎乡亲来了解乌坑和重力波的奥妙。记者林宏彪采访报道。